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今天呢，我们还要继续再来谈爱情。那在上一集里面啊，师父跟我们说，众生呢就是有情，所以众生原本就有七情六欲。可是让我们痛苦的不是七情六欲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七情六欲的执着。那么在这方面，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既然啊，这个人都会有七情六欲，这个七情六欲呢，带来的执着会让我们痛苦。那么佛法怎么样的来让我们消除这份执着呢？这个呢，可以有两种方式。一种呢，就是干脆要跟七情六欲想办法干，就是隔绝。嗯，就干脆不要有七情六欲了。哎，遇到七情六欲，赶快把它隔绝了，就是用一种绝缘的一种方式。那这个就是斩草除根了。斩草除根也不容易了，包括暂时把它隔绝、隔离，那就是呢。像出家修道，过出家人的生活，过寺院的生活，或者是到深山里边呢，单独一个人的修的，我们叫做阿兰若比丘的生活，也就是那个山中在苦修的这种生活。那苦修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够把七情六欲全部摆下的。一个人呢，虽然自己跟所有的五欲的这环境离开了，可是他对他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头脑里边呢，还是同样的有执着，还有同样的有冲突有矛盾，也不容易真正的全部摆脱的。所以但是呢，那也是一种方法，就是叫做隔离方法，也就是处理，就是我们叫做处理、处理啊、处理处理，那也是用出家里修道的一种生活。另外一种呢，就实施用观念来帮助自己啊，有一种免疫的一种功能。遇到啊七情六欲这个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呢，你就用观念呢来调整。来调整自己。这好像比较容易啊，对一般人来说。不容易耶。不容易吗？观念虽然是好像是很容易，你就要用观念呢纠正自己就好了。这个要长时间的锻炼，往往这个环境当前，我们叫警戒现前啊，环境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啊，你已经来不及用观念来纠正自己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所以说美色当前，或者是呢这个名利位权势在诱惑你的时候啊，你不要，很难说不啊，很难说不要啊。这个，他送给你，他就是觉得你当时不要，觉得很没办法拒绝。但是这个观念，再用这个观念怎么样熏导自己的时候啊，很难。这个呢，又要修行了。所以就平常就要做。平常就要做了。嗯。平常啊，时时刻刻常常啊，遇到这种有冲击的、有种诱惑性的、刺激性的东西啊，在显前的时候呢。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呢，就马上啊调整自己。第一个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，然后自己注意呼吸，然后这是念阿弥陀佛。你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呢挨骂的时候他就是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呢有一种诱惑在出现的时候呢，他不看他，那就注意呼吸，那就说眼不见为净，耳不闻呢为净，那就是不受诱惑了。那像这种呢，也要平时练习啊，练习的时候早晚练习，那个或者是呢，你在没有啊事情的时候就练习这个心向内看，不要向外看，心向外看就被外境这个拉的这个转。所以我下次看到山珍海味或者看到一个大蛋糕的时候，我就不要看它，看自己的内心了，想想自己吃进去会有多少卡路里。这是戒烟的人，戒酒的人，戒毒的人，如果你这种人呢，没有让他有机会接触到酒，
没有机会让他接触到烟，没有机会让他接触到毒，他就戒掉了。可是这种人呢，你只要给他一点点这个诱惑，他马上就没办法戒了。所以这个呢，随时随地还是要防护。那一方面呢，心里的观念要这个纠正自己，另外一个呢，还是要想办法隔离跟这些欲望，不要接触，不要隔离。有的人呢，这个喜欢这个从小就养成的喜欢偷东西，总是喜欢看人家的东西，都觉得很喜欢，并不是自己很需要，也并不是自己被没有，他就觉得人家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我拿一项东西不好，就是很难过啊，就想把它拿回己有，这是养成一种习惯。那么这种习惯，那也是诱惑嘛，那如何的能够养成呢？就是看到了以后赶快跑，不要激进他去，看到了以后赶快走远一点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但是呢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这是自己不应该要的东西，那看到了以后赶快走开，闻到了以后赶快走开。比如说有人呢喜欢吃肉的人，这个喜欢吃肉的那个肉的味道香啊，他一闻到就想吃啊，是啊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可是呢，像我这样子啊，因为很久没有吃肉啊，我吃过的啊，很久很久没有吃肉，再吃肉的时候很痛苦。可是呢，刚刚戒掉的时候啊，那这个时候可以吃可以不吃，这个时候一看到肉赶快跑，一看到肉离开它，不要闻到它，这个你闻到了以后。它诱惑你嘛，这个味道诱惑你，所以还是要强化自己的意志，强化自己意志力，对，就是赶快离开，赶快离开。那一个是观念的转变，这个纠正，一个自己要想办法抑制啊。可是感情好像跟这些不一样啊，因为人都追求感情，所以有感情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子让自己保有这个感情，可是不执着呢？这个比较难，保有这个感情。还有不执着，这相当不容易，但是我是没有这个经验，看看怎么办。也许我们可以在下集里面继续谈一谈，看佛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好，谢谢师父的开示，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